首先将帐篷竖立起来，依次将帐篷的六个角展开，然后我们握住帐篷的两个长杆，将帐篷向上提，提到最顶端，将帐篷放下，拉下帐篷顶部的支架，听到咔的一声后，帐篷就基本成型了。随后我们微微抖动帐篷，将其完全展开，双手握住帐篷顶部支架处，双手同时用力将支架向上提，然后将帐篷慢慢放下，将帐角向外拉伸，然后对折，接着将折叠后的六个帐角依次向帐篷主心杆对折，最后只要将帐篷平铺在地面上，双手握住帐篷主杆，将帐篷卷好放入收纳包，这样帐篷就收纳完成了。